从大陆各处游觅，由西安、兰州走入丝绸之路，再由新疆、西藏走入云南少数民族，了解真正的国情。客家佬分享大陆到处流浪的经历，见证大陆廿年改变珍贵片段回忆。客家游中，逢星期一晚八点正 ，MIHK TV 旅游频道，主持人客家佬十三妹。好。又到星期一的客家游中，大家好，十三妹你好。我哋呢几个礼拜都枕住讲我哋去台东啊、花莲啊，咁啊分享俾大家啲俗友知啦，系咪先？咁啊都有啲阿 Lin 都拍咗多片咁样嚟紧，我哋今晚都依然继续嘅。今晚会唔会见到个 MV 啊？製作緊，製作緊，因為咧製作就繁複，咁咧嗰個我哋阿雞爺，即係我哋客家遊中嘅導演，佢都要需時。雞媽啊，乜都好啦，反正就係我哋客家遊中嘅大爺啦，係咪先？不過咁今晚臨開始呢段時間，我就唔想講旅遊住。係，要講呢。咁我有少少嘢咧，想分享一下咧。因為點解咧？嗱，我自從我哋星期四我哋豪俠傳出咗街之後咧，咁阿啤你喺嗰晚就講咗話，我哋現代豪俠傳咧，咁啊做多兩個禮拜就應該就唔做噶啦，就咁樣。成個節目冇咗。成個節目就冇噶啦。但係基於呢個節目咧，係因為係我哋低俗。嘅比較長壽啊，可以咁樣講啦，話長唔長，唔覺都做咗成差唔多四年，差唔多二百集，好多好多朋友支持噶嘛，我啲 uncle 啊好多都支持啊，基本上豪俠傳同埋大院有樂咧，喺暫時喺低俗嚟講係比較長壽嘅節目，仲有中國人，嗰個都未後期先有嘅啫，啊做你老母中國人就後期，係大院有樂現代豪俠傳係開台就有呢、這個。兩個節目到而家，咁啊話説啦，星期四冇做之後咧，咁我呢兩日其實星期五打落到今日為止咧，好多朋友真係都係多咗好多，數雲十隻手指都數唔到，真係嘅，我絕對冇講大話，就嚟街市，咁有啲就兩公婆，有啲後生嘅三廿零四廿歲，有啲比較年長啲嘅。第一句就話：，唉，阿家佬，係咪真係做咗兩個禮拜啊？好可惜喎、啊，唔好唔做啊！通常都係咁。咁你有冇覺得好感動咧？其實咧，咁我唔知阿雞或者阿啤呢個嘢點諗啊？當我同阿啤呢研究過，我話而家嘅香港嘅大氣候啊，個政治大氣候。同我當初我哋想做豪俠傳嗰陣時咧，已經係個係兩個唔同嘅世界，我自己覺得係。其實幾個月前我自己諗過做定唔做咧？做落去有咩目的？有咩目標繼續做咧？好啦，做完呢個所謂叫做呢個不知所謂嘅特首之後咧，我更加好強烈，我做嚟做乜？咁於是。我同啤你講，我話我唔做，唔想做。當然有啲朋友聯想翻記得我哋去完台灣翻嚟咧，我咪曾經負氣説話啦，因為我要同啲族友或者團友交代，咪曾經話過我客家佬咩節目都唔做嘅。係同今次係完全兩個版本係唔一樣。嗱，所以咧，好似英國嗰阿 Jo 咁啦，上次佢打電話俾我，今次咧佢又 WhatsApp 我啦，咪咩？喺個 Facebook 咁話信息，唔好唔做啊，家佬收回成命咁樣。其實即係如果阿 Jo
今晚聽到又或者重温聽到，其實主要一樣嘢，我自己我客家佬係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話我做嚟做乜？就係咁啊！即係話你香港今時今日，我哋做呢個節目，幾年前咧，自己諗住即係諗住滿腔熱誠啦。你話小爆香港又好，令到多啲人醒覺都好，甚至乎偉大啲咁樣講一句啦，為不義嘅發聲啊！通過呢個節目，咁唔覺咁有四年，當然真係好多朋友支持我哋，係咪先？但係諗翻轉頭，今日咁又點咧？係咪先？起碼你都集齊咗一班嘅人啦、啊。唔係主要人，唔係呢個已經係外圍因素，係問題我自己，我個人代表自己就話，我已經個心咧灰咗啦。係唔係灰啊？我繼續做豪俠傳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个目标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做下去呢？跟我之前四年前我们一起做，我自己觉得是已经是两样东西，已经我今时今日我自己觉得没眼看，你说移民就移民，走得就走，当然有些未必尽去同意我的意见，但是讲真的望到所謂你嘅對家預咗嘅，你反對派預咗，建制派預咗，知道佢會做乜嘢，你知道共產黨會做乜嘢，但問題話你覺得呢班佢所謂一齊爭取所謂民主派又好，激進派都好，今時今日自己互相廝殺又好，不知所謂嘅網上打飛機亦都好，令到自己已經係意興難生啦。簡單嚟講就一句就話再感覺就話我係咪仲可以通過呢個節目去嗌醒啲人又好？冇已經係冇咗啦，冇咗個思維又好，即係所以我自己個心就話嚟緊唔做豪俠傳，將啲時間擺喺其他地方仲好啦。啊個女就喺台灣，係咪先？咁你都要做多啲嘢啊！要呢幾年即係唔係講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付出，我唔係覺得自己特別偉大係咪先？但係問題話，大佬呢幾年真係揾咗少錢係咪先？所以繼續堅持落去，繼續做，即係喺呢個時刻嚟講，我覺得已經係我自己覺得冇意思啦。所以我上個禮拜之前，我同阿飛你講，我話唔做。主要就係咁嘅原因，係咪先？同我之前到台灣翻嚟係兩個心態，唔係嘅。啊，做唔係咁啊。上次係純粹我想一個負責任，即係對得住個族友。今次係純粹我已經係意興難生。啊，所以我多謝呢幾日嚟鋪頭，話支持我又好，支持我哋豪俠傳都好，支持我哋蘭花都好。多謝你哋。有些講到眼濕濕，就話：哇！如果我冇得做，冇得睇豪俠傳，我點算啊？我好似今日有個姐姐，有個阿唔好阿嬸啦，連即係稍微大少少嘅女士，佢話死啦！大佬，我冇得睇豪俠傳，我睇呢幾年12年睇到而家，我失眠，我一定失眠幾日㗎，冇得睇我點算啊？我都話冇辦法，係主要我自己個心態。我自己的心是找不到，我已經望不到個目的，望不到個目標，我為什麼要繼續做豪俠傳？主要就是這樣啊。不過無論怎樣都好，其他主持都同意你這個想法。我純粹我自己個人想法啫，因為之前冇阿 Billy 佢未宣布話唔做之前，未話仲有兩集之前咧，係我純粹我自己個人係同阿 Billy 講，我話唔做，唔想做，主要一樣係自己唔想做。千祈不要有些人陰謀論又好，誤會又好，又說我們又分裂啦，你又跟阿雞啊，又跟阿四海啊，跟阿啤，絕對沒有這件事。所以我今晚西客家遊中，利用我自己這個空間，以後不說，是純粹說我客家佬為什麼不做豪俠傳。雖然很多朋友兩個字可惜，是不是？真的這幾天不斷
有些朋友，甚至乎有些外國回來沒多久的，是不是他說真的不捨得，但是有時人就是這樣的嘛，是不是什麼都好啦，即我覺得就這個 moment 呢，或者我們透透又好諸如此類，或者將來有什麼新計劃，或者根據現在香港的、時勢啦、時局，或者另外不同的節目，或者新的節目，或者我們南花另外再上場做另外的類型的節目，說不定這個不敢講，即是節目停了不代表我們心裡面的那個目標和動力不在這裡，是繼續的，只不過在找一些另外的方式去想想怎樣再去呈現。我無非就說大家不用估也都不用猜，是不是純粹是個人已經是那個再很模糊繼續去做這個合轉這麼簡單而已，希望大家明白。我知道大家很不習慣看了四年，是不是好像十三妹那個男友的爸爸都是我們粉絲，很多人都是我們的粉絲，很傷心，但是都是沒辦法，希望有機會再在這個大氣電波跟大家見面，只要這樣說好不好不繼續說了。總之我就是利用這段時間叫做交代也好說我自己的心路歷程，為什麼不做，就是這麼簡單不過我真的很感謝這麼多年支持我們南花，支持我們豪俠傳，乜都好啦，是不是四個大字無言感激，好不好？好，不說了，我們講回我們台灣啦，好不好？講到開心的先頭都不是不開心的，是不是只不過去完台灣玩我們更加開心啦，是不是咁啊，仲有少少仲有時間喎，廿分鐘嗱，咁我們不斷阿Lin就影咗好多嘢啦，嗱咁有啲咧都後期加工，有啲又我哋阿雞導演就都有參與個加工過程嘅。咁今晚我們主要講咩咧？講邊度？白朗大道。冇錯啦，白朗大道係咩啊？白朗大道就係一個田園風光好十足。美好的一個景色啦，咁咧佢嘅出名嘅原因咧，係因為金城武啦，佢喺嗰度拍咗一個長榮航空公司嘅廣告啦，咁就喺嗰度飲咖啡啦。兩個廣告嚟㗎，一個就白朗咖啡。唔係，係因為係長榮航空嘅廣告，不過咧喺個長榮航空嘅廣告入邊嗰一段片段咧，係講佢坐喺度飲咖啡。哦，唔係兩個廣告，唔係一個係咖啡廣告，一個係航空公司，唔係嘅。我真係為咗呢件事去上網查，係長榮航空，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睇長榮航空。金城武跟住就有佢喺呢個白朗大道上面拍嘅好多好多好靚嘅景啦。於是咧，好多嘅網友就話：哇，拍個長榮航空個景咁靚嘅，係邊度嚟㗎？無論係外國嘅朋友或者大陸嘅朋友或者周圍嘅朋友都問啦。於是咧，大家就查出嚟，原來係喺台灣嘅白朗大道啦。於是呢條大道就出曬名了。呢期咧，十三妹最叻，做下廣告，唔係做下功課，唔係廣告。冇錯，係絕對。十三妹講得啱嘅，其實講真的，如果計台灣，因為基於地形的問題，地震的問題，很多因素令到佢可以今時今日就可以保留佢田野團圓嗰個原味喺度，啱啱先十三妹。冇錯，你去到咧，你直情係覺得係完全離開咗呢個城市嘅煩囂啦，係完全去咗一個另外嘅田園，好寧靜嘅，好舒適嘅一個環境咯。因為點解咧？你而家已經係2017年啦嘛，呢個已經係唔好話太空係火星嘅時代，仲可以保留咁有田園、咁有味道嘅。咁有特色嘅一個地方咧，唔係好多地方有嘅。係啦，同埋佢嘅規劃咧，即係佢嗰啲路線又好適合俾啲遊客去玩啦，即係又唔係嗰啲爛笪笪嗰啲地咯，即係都係有規劃嘅，但係保留到。嗱，我哋啊吹咗都講爆咗，吹咗兩三四分鐘啦。係一段片，嗰條 MV， 我哋阿雞導演咁啊剪咗少少嘅，好唔好？不如咁樣，首先睇一睇呢條 MV 片先，好唔好？好，去睇MV。
白浪大道，嗯，系咪啊？冇错。呢班全部都系我哋嗰日团友们踩下啲自动单车，系人脚嘅单车，系咪先？大家非常愉快地，非常喺嗰个田园之间，冇错，系咪咁？转头仲有啲好嘢嘅，不过头先嗰首音乐。那首原住民的歌，嗯，我想介紹之前都應該 有播過下的，嗯，今天再趁回我們今次在白浪大道那個配樂，這首就是本身就是泰雅族，泰雅族可能大家少聽，其實就是蔡德克，就是泰魯國的 原部落原支。我哋上一次去台中去個客家村，咪喺度做擂茶嘅，係咯，嗰個妹妹記唔記得啊？佢就係泰雅族。哦，佢泰雅族。係啦。係啦。所以佢係啲音樂又好，旋律又好，歌詞都好，係有地道好重嘅原住民嘅。啊，所以呢首歌褪出嚟咧，更加我哋成班人喺個白浪大道啊咁樣。好像我哋個個都好似英姿飒飒啊！我咪神清氣爽啊！去到個地方，你冇辦法。嗯。啊，十三妹話頭，哇！嗰山上面啲雲啊，那個山啊，你而家影出嚟，頭先個 video 影出嚟，都係真係好似幅畫咁樣咯，嗬。嗱，再加埋，雖然我哋今次咧，那個時間上係二月啦，係咪先？都叫冬季啦。咁啲田。梗係見唔到金黃啊綠色啦，一定係初生嘅樣子，係啦，係秋收先見到啲金黃，但都唔係問題嘅，嗯，都係雖然都啱啱落咗秧冇幾耐，但係都有另外一個福個味道喺度，係咪先？嗱，講住咁多，阿轉頭我哋阿長腿姐姐，另外仲拍咗出我哋成班團友喺白浪大道啊，點樣踩單車？怎樣玩法的廣告回來繼續好嗎？好，休息一陣先。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現在上來這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付費之後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